大家見到呢只十號仔叫紅中烈馬，紅中烈馬咧就最叻跑過第冇喎，最叻咦贏過喎，上次成績好，贏過嘅馬係10、11、12，呢只有份啦呢只。而家跑緊1400，隔晚大熱就3號。上次成績好是10號、11號入了位置的，10號第三，11號都是第三。近期三次賽出有 win 的就是1號馬上旺，是這樣了。馬上旺上次第四前次第一贏過本路程，上次跑第四，騎師班德禮，班德禮呢輪都幾醒啊！一號到十號都係130多磅嘅，即係一號到十號相差幾磅嘅啫。咁啊，睇下邊個檔位好啦，即係二號檔位係好嘅，一號、二號嘅檔位都好嘅。一號叫馬上旺，班德禮。贏過本路程，上次跑第四，六次賽績之中呢最近有一個 win 4195，4195，4次。二號叫勝利之王，勝利之王呢就係六次賽績都幾好嘅，573234咁，即係大部分喺前五名翻嚟，係咪贏過啫？包括一個第二，兩個第三咁樣啊，六次。本路程就最叻跑第三，咁啊档位就好啦，四档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全部130多磅啊，唔争得几远啊。潘顿四档，三号咧就几好，三号咧就系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四，叫领航传奇三倍，隔晚大热门。642424咁，即系都几好啊！即系喺前六名翻嚟嘅全部档位就冇二号仔咁好，而家去十一档，好在乎你开闸嘅时候点样跑法。1400米咧，沙田呢条跑一段直路，然后先转弯嘅，相当长。四号码咧就叫做进锋，哇！连续 六次都十几名以冷门嚟嘅，52倍。五号叫飞腾追，飞腾追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七，再前次第三，即最近三次有个一个第三，陈家希骑。十档，但本路程就冇纪录嘅。飞腾追十档，即系喺布文隔篱位。六号码叫做幸运天赋，好厚啊，188咁样啊，35倍。幸运天赋冇赛绩嘅，近绩又唔轮到佢。骑师何铭年，七号万事正，万事正连续三次跑12名，34倍。万事正本路程又系冇纪录嘅，近绩又唔多好，10几名。万事正12、12，连续两场跑12。中翼礼骑有榜减，但系近绩。名次上比较近啲嘅都好有几有好几只啦，11号嘅创高峰啦，1号啦，2号、3号，对手多啲好似啊，好运宝马，8号仔好运宝马，田泰安其实9档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十，几多飞喎？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十。8号仔本路程最叻第3名。
近職就未輪到佢。九號就優柔合，上次第七，前次十二。九號又冇記錄佢，周俊樂騎五檔。十一号伟达马房，呢只马几好啊！上次第三，前次第四，再前次第二咁样，三四二，好多人关注，但系就飞数就唔系好，唔系话好热。上次成绩好，本路程约都赢过，所以就系冷脚。我想啲主持会揀呢啲嘅，起码近绩都好啊，又赢过啊嘛。十二号上次十一，前次第三，再前次第三，即系富全大师夜二倍，呢就系上次唔好，前次好呢啲啊。十二号赢过本路程，近绩就普通。十三号叫魅力仔，魅力仔都几好啊！上次唔好啫，之前都几好，系七三四五六三，七三四五六三。十三号仔咧，本路程嘅赛绩就梗系冇十二号、十一、十二咁好啦，咁啊，但系近绩嚟讲就系第七、第三咁样。十四号咧就话金牌实力三十倍。上次十一，前次第八，赛绩就冇。骑师就董明朗，近绩又跑十一咁啊，所以都系冷门嚟噶啦。呢一场咧赢过嘅系一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啲轻磅马三只十、十一、十二都赢过嘅。三号夹硬大热，三号都入过 Q 嘅。一号咧就上次跑第四，赢过嘅都。上次成绩好系十号、十一号。我估啲十、十一、十二都有人，十、十一都有人拣嘅。蔡俊佳要三号、一号，即系要夹硬大热同埋只赢过嘅一号。我咧就中意。二号、三号，我中意二号、三号，潘顿啊，布文，即系二号嘅呢只啊，蓝色衫有啲星喺度嘅，有啲紫色嘅星。二号咧就是、本路程最叻第三名 ，K 姐就要二八三，有二有三啊都吓。八号是什么来的？八号仔叫 好运宝马田泰安，八号仔最叻入过第三名，即二号、八号、三号的都是上个名的本路程。十号是啦，十号，十号叫红中烈马，好多人揀啊呢只马，点解上次跑第三啊？又赢过本路程，又上次跑第三咁样，又有十三倍咁，好都好多人揀啊。即系钟逸丽啊，钟逸丽依轮几好成绩啊，不过呢只冷门嚟嘅七号仔，连续几次跑十二名 ，Jenny 要十号啊，系咪啊？好多人拣呢啲马嘅，十号、十一、十、十、十一、十二都好多人拣，十二啊，跟佢买啊，跟佢买个正选十号，佢有冇收到风？你估佢？红中烈马潘明辉，哎呀 ，Michael 同阿 Jenny 姐差唔多，佢又要十号行头，我要二号、三号，又见到呢只中翼礼七号仔叫万事正，七号仔三十六倍，八号而家粉红色衫好运宝马，八倍半。
田泰安八号仔。但系变用 Q 又冇乜变，五廿七蚊啊。最叻入过第三名。之王就集合边一路都积极啦，有部分啦。呢个马会嗰啲主持人呢一场啲马聚焦喺二号、三号、十号嗰度啊。Jenny 要十号、二号。已经是亮起了。今日的头场赛事五班千四米，场地挂牌好地，就 2.71 的场地读数交给集前。最后一队入闸分别是万事正和飞腾追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头场赛事五班千四米的路程，大热暂时显示是二，准备王奇圭。五号吞翻出嚟啊！二号、三号飞速相当接近，仲有好运宝马骑师亦都落咗马，步退出，再睇埋呢只好运宝马。依家就主力检查紧嗰只系好运宝马。臨尾有少少飛，嗰只係十號嚟嘅，頭先都好啦。再到牽引上去入閘，奧運寶馬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頭場賽事五班千四，第二暫時顯示係二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大家都平排出閘嘅。快少少嘅馬係嗰只創高峰快，成個身位啊，中間有紅中烈馬，外邊藍晚走咧就係魅力仔啊，埋邊進佔第四位就馬上王啊，中間咧咁啊進佔第四啦，紫色三嗰匹係勝利之王啊，內欄就萬事正啦，幸運天賦啦，紅中烈馬埋唔到嚟，俾人頂咗出邊啊，中間仲有進鋒啊，後邊五匹馬，內欄尾五就富全大師啊，出邊好運寶馬響尾四啊，尾三黃三優遊俠啊，暫時掂啦，對分別嘅金牌實力啦，同埋淺藍三嗰只領航傳奇嚟嘅。好啦，轉呢個八百米彎啊！前面放頭的馬是那隻創高峰，跟住在第二位外面是魅力仔，第三位馬上王，第四位外面是幸運天賦，第五位紫色衫就是這隻勝利之王。再看到內欄有萬事正，中間進鋒，出面紅中烈馬，後面五隻富全大師，粉紅衫拿出去，外面好運寶馬，尾三優遊俠，等入面大面箍粉紅帽尾子就金牌實力，頂大外檔淺藍衫紅眼罩，還有隻領航傳奇。好了，最後三百多米前面透出的馬就魅力仔，中間鬥緊入邊嘅創高峰啊！中間勝利之王開始追啦，再見到外邊上有富全大師啊！咁外邊追緊上嚟嘅馬有兩隻好運寶馬同埋紅眼罩嗰只領航傳奇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好運寶馬外邊排中二上啊！咁啊睇嚟呢場賽事佢都好有機會贏馬，跑第二名啊嘛！富全大師喺中間，入邊係勝利之王啊！至於第四名係金牌實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好運寶馬真係轉咗馬房之後咧，養得相當靚仔啊！縱使閘前咁啊都有少少扭計，但係一樣能夠外邊衝上嚟贏馬，跑第二名富全大師，第三名埋邊勝利之王，第四名金牌實力。八號嘅好運寶馬田泰安啊，咁啊先不投籌，最後7.2倍勝出，咁啊跑第二名咧，12號富全大師啊嗌到啦，二號嘅勝利之王啊潘頓，第三啊第四名咧就係14號金牌實力啊董明朗。田泰安只马系入过第三名嘅，今日特别多飞，八十二二只二号仔啊冇力啦，只跑第三名。时间1:22.47，睇翻个重播。田泰安只马咧就系粉红色衫有个 V 嘅，系喺呢度咁啊上下啦吓，喺呢度啊。在尾1、2、3、4、5尾六到啦，咁啊开局嘅时候咧就系创高峰喺前边，希威森上次第三，前次第四嘅就嘛，近绩非常之好。
都贏過本路程的，跟住呢就是13號的魅力仔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二、第三咁樣啦。話潘頓只係馬喺第五名，咁啊出閘啊唔夠外邊嗰啲快。咁啊只十號 Jenny 姐嘅正選咧就喺呢度第六，一路都頂住外檔。咁啊報文只馬咧就喺外邊出唔到閘嘅，佢只係出閘就落後咗，要喺外邊上咁啊冇乜機會噶啦。咁啊上。轉正直路的時候潘頓這隻馬是第三，衝上來但又不是說衝得很厲害，那就被這隻13號在前面，11號就叫創高峰，後面田泰安就粉紅色的就在外面跟布文追著他，布文追不到他了，田泰安冲上嚟，话越赢越远添，赢咗一个几码位。潘顿都撑翻个第三名有个位置。八号今日好多飞啊，今日即系八号仔系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十，再前次第八噶嘛，即系咁嘅近绩喺香港应该冷门啲嘅。咁啊，八号、十二号有成差唔多成1000蚊嘅 Q。即十二号嘅。上次十一前次三，即上次不好前次好，庫存大師艾杜啦，檔位靚三檔。